从一年级到六年级，你只有六个暑假，每个暑假都很珍贵。你想去哪玩？怎么玩呢？暑假就这样玩，把原本不认识的小朋友牵在一起，由新朋友规划行程，带你玩出一个不一样的夏天。哈哈，今天的小客人是一对从来没有坐过船，想到小岛玩的波兰姐弟。这对感情超好又超级爱斗嘴的姐弟，要到战地前线东局，好好体验小岛生活。从没上过学的两个人，能够跟新朋友好好相处吗？没有父母的旅行，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？I'm 12 years old. I'm homeschooled. I like to ski, skate, and read. 我今年暑假要和弟弟去东局旅行。今天要出去玩的是台湾和波兰的混血姐弟。姐姐陈明秀在美国出生，四岁来到台湾。Mama Emilias. Yes, Mom, see them a lot.Na nartach i pomagać mamie robić ciasteczka i kopać piłkę i jeździć na rowerze. Dziękuję. 弟弟陈明哲跟姐姐一起在家自学，同时会讲中文、英文和波兰文三种语言哦。我会想要去东区那边，就是玩水、玩沙，然后还要去那边观察一些生活。可我想要去那边吃东西啊。那波兰过暑假的时候，你可以吃到很好吃的冰淇淋，或者台湾没有的吃的东西。我每次去波兰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去那个地方，这是海蓝莓啊，这是骑马。这是他的食物啊。因为在家自学的关系，明秀和明哲平常不用去学校，爸爸妈妈就是他们的老师。要去东莒前，爸爸不忘来个机会教育。一般马祖的话，最主要的几个岛就是这几个，这个是东引、北干、南干。这些要去的地方，一般的地球仪很难找。那我就想要他们多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历史跟地理。东莒一样可怕。什么可怕啊？对啊，什么不行打篮球什么的。为什么？在出发之前，两姐弟特别读了一些马祖的战地故事。年纪小的明哲有点紧张哦。那时候在马祖不行，有人有轮胎或者是篮球，不然会飘到中国。就只有这一小段，然后你就觉得很可怕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会担心，当然会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自己去旅游。我们做饼干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家里做饼干，而且在马祖可能不常买得到新鲜的手工饼干。这个是我要去带去马祖的，它叫做夸布什克。这只小驴子的名字叫做旅行家，无论到任何地方旅行，明哲都要带着它，晚上才睡得着。我也很紧张，要不离开妈妈？不会啊，我觉得。我对他们俩很有信心。东莒是马祖五岛中的一个小岛，要到东莒得先搭上飞机，再坐船。目前岛上只有100多个居民，以及2个连的驻军。哇哈！一下码头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战地风情。明秀，两位小朋友吗？是啊。这个王浩小朋友要交给你的地图。什么东西啊？方向都还没搞清楚，两位小客人就收到一张神秘的地图。所以我们这边警察局是起点，对。然后我们要走这边。今天的小主人是13岁的王浩和10岁的王琦，两兄妹在校长老爸的熏陶下，从小就对东莒了落指掌。不过王浩2天前摔伤了脚，
王琦就找了他的死党陈宣龙来一起助阵喽。小客人要来了，有什么心情？很开心啊，很期待，很兴奋。不知道这一头明秀跟明哲找路找得如何了？上次都是你问，这次换你问啊。什么要问什么啊？什么国小我都不知道。这从上面走过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这里。东莒国小。哇，你们好。王浩喜欢骑脚踏车赏鸟，是个很有领袖特质的大哥哥。王琦个性豪迈，心直口快，心情全写在酷酷的脸上。陈宣荣个性细心体贴，容易与人相处。我们等一下要去鹿皮岛。说来看，也去也去也呐。因为世界上没找不到第二条跟他一模一样的路，所以我要带你们去看看。这波兰绝对没有。丢番茄哦你！哦，现在百香果已经结果了，之前的时候是开花，现在结果了。下面有芭乐树，还有柠檬树那些的。连接大坪村和大埔村的鱼鹿古道，是以前东莒渔夫为了买卖渔获而形成的小径。树林里的吊床是他们最爱来发泄情绪的秘密基地哦。王琦和宣龙宣称，东莒小朋友玩的摔跤游戏非常的野蛮。想不到来自台北的明哲明秀也没有再怕的啦。马祖队跟波兰队，好好。立刻加入肉搏战的行列，下船不到两个小时，两队人马就已经像一见如故的好朋友喽。我的裤子，我的那个扣子已经快被拔开了。我被老师骂的时候，心情不好，就会跑到秘密基地大叫。这就是我家。晚餐的时间到了，陈宣龙家是东莒岛上唯一的小吃店。这个谈恋爱的时间很短，两个月就没了。陈妈妈忙着做生意，明哲帮宣龙端出一盘盘道地的马祖料理。来马祖呢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但是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在地的东西啊，特别介绍给他们。我们两个小小的来宾哈，来。爱吃的明哲对所有的食物都是来者不拒，连这个长得像鳖爪子的节肢动物 Biga 他都没有被吓跑。相对于姐姐明秀，对于食物的态度就保守多了哦。看来吃不是他的强项。很好吃吧？对不对？不要，不敢吃哦。谢谢。这也可以穿鞋子出来，然后等下去二楼走再脱鞋就好。来人家家里做客，礼物当然不能少喽。明哲明秀细心的为三位小主人都准备了不同的礼物，像外国流行的桌上游戏，介绍波兰历史文化的书籍和 DVD， 最特别的是长得很像牙膏的波兰口香糖。很开心啊，就是这些都第一次看到，觉得酷。现在就想这个。帅哦！看到新朋友对他们准备的礼物很满意，明哲明秀也很开心。那个，这上下铺，然后你跟姐姐分一下，看你们谁要睡上面，谁要睡下面。我在上面，没有，我要在上面，因为你在房间的时候，我房间你睡觉的时候，你都在上面。对啊，就他们长得像外国人，可是讲国语却讲得很好。好，让我觉得很惊讶。我们现在要打电话给妈妈。太阳超大的，太阳很大很大，很热。好，我试了很多很好吃的东西。我们明天要5:40要起床。要起床。OK， 现在已经很晚，你们应该去刷牙、祷告、睡觉。OK。OK。祝我祈祷文。Очень нас встретить небесный человек, который приходит в твою славу, он твой, я к нему